说人家没开过会，哦，那这个部分你认为你有必要道歉吗？我为什么跟他道歉？针对改建小组前前后后都有开会，那吴怡宁代表北农，你不用跟吴怡宁道歉，但是你要跟北农道歉嘛。你说人家不懂，说人家改建小组不懂，你说人家改建小组没有来参加过会议，不对。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改建小组，我说改建小组就是北农吴怡宁就是代表改建小组啊。我再讲一遍，我态度还是一样，你有问题就进来讲嘛。我想起小气息，那还是那句话，你有问题就进来讲嘛，又不是不会处理。说人家没开过会，哦，那也没有针对吴怡宁，也不是针对彰化人，那这个部分你认为你有必要道歉吗？那我来讲哦，还是那句啊，他就有事情进来处理呢，不要把这个内部问题外部化。不啦，啊，你得回答我讲有需要道歉吗？我为什么跟他道歉？他来议会备询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连议长都讲了，我们还去拜托农委会，啊，他还是不来。哇，啊，结果他不来，是我被站在这边骂。你刚才有骂到彰化，这样不好啊。哦，我说他不来备询，那我变成是我站在这里被骂。我看你要道歉，刚才那句话你要道歉。哦，好了，那如果讲彰化要道歉了。哦，真倒霉了。